胡萝卜含有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、E 和胡萝卜素，是很有营养的蔬菜。它同鸡蛋搭配是早餐中有营养和健康的美食。胡萝卜擦成丝，盆内打入鸡蛋一个，加入一勺面粉，加入食盐，加入五香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做成蛋饼的样子，在锅中煎10分钟即可，记得要及时翻面哟。关火盛盘。